师傅很能打吧，估计也是输得多。师傅很打吧，你可能最少还是输三次，最少还是输十米啊。他这个厉害吗？他都很接近。你再擦。没事，没事。买某宝吧。我们这边他那个。这不是还精了。比赛不一样。应该能考虑一下。因为你打十二个球打。十一米零就打十二个球。他昨天也是游戏，他输他不开心。就在那里，就已经很赢了。三十一，三十一，老唱的还没有上场，他这一场没有老唱上，他都不能不陪老唱上。他水平高啊？他水平高？那没有，高水平高，好像不够。Thank you.
你今天最近啊，啊，最近你往前打过呀？2000，2009，他是搞物价不？不是不是不是的，他们说你这个不是物价，出人家价。但是你至少你的房子的水平，你家这个至少是上的。不过呢，还有。他这边有什么看到的？他的房子不贵。我说上个分上面。对对对。对。好，到现在已经没了。应该拿到分。River，River，Hi。
再继续打一打，继续打。Thank you.
快手快。Thank you.